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变胡定的牌的表演，需要一副龙牌，还有一个空牌盒，嗯，还有一条橡皮筋。那现在排队的状态是乱乱的，乱乱，很乱。刚刚有洗过，乱乱的，很简单，拨牌 ，say stop。好来，挥手来 ，go。啊 ，stop here。嗯，哦，记住它。哦，有看到，记好了吗、嗯、？OK， 好了。接下来我把你的牌整副一起放到牌盒的里面去，慢慢放，看清楚。嗯，没错，全部慢慢放进去，慢慢的盖起来。哦，漂亮，对不对？嗯哼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把橡皮筋拿起来。哎呀，又打开了，盖好了，没有关系，慢慢的盖好。橡皮筋要检查吗？耶、yeah, ，嗯，好，感情真不错。橡皮筋，把牌盒紧紧的捆起来，像这样。所以你可以看到牌盒本身呢是被绑起来的。哦，有哦， okay, 把它绑漂亮一点，绑得超紧的，没错。为什么他叫胡迪尼的牌呢？胡迪尼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逃脱魔术师，嗯，所以我们的魔术就是这样，一二三，跑，哦，牌就可以自己逃出来，哦，还是绑着的，没错。我们来看一下牌盒里面，因为发现很神奇的，牌是真的从牌堆里面掉出来，哇哦，原本的黑桃友就从牌堆里面消失了。